土豆烧龙骨的做法，一张图片自己随便做的，味道还好。食材明细：主料龙骨一斤，土豆一个，辅料大蒜、紫三个，八角一个，冰块少量，甜酒适量，老抽适量咸。香口味烧工艺一小时耗时，简单难度。土豆烧龙骨的做法步骤：一、龙骨也是猪的脊椎骨，浊水洗净，滤干水，大蒜、紫三个备用。二、土豆去皮切块，放入油锅里炸至微黄，盛出来。三、锅里放油，放冰糖，小火炒至微黄。四、倒入龙骨翻炒。五、放入甜酒、老抽，继续翻炒。六、倒水，盖过龙骨，盖上盖子，大火烧开，转中火烧30分钟。七、倒入炸好的土豆，放适量盐，打开盖子，大火烧干水。八、烧干水后关火，九、盛盘即可。